一天到晚就搁俩窝子，走，跟姥姥上山干活去。在家待着不凉快吗？天气那么热，我才不去嘞。你要是不去啊，明天就给你送回城。你不就会用这招吗？我去还不行吗？姥姥，快回去吧，我这又累又热呀。把活干好，姥姥去给你找好吃的。哇，这个都湿透了。姥姥，这能吃吗？可好吃了，姥姥待会给你做点甜点。姥姥，呱呱呱这么好吃，为什么这样做呀？姥姥这样做，待会更好吃啊。哇塞，姥姥，这也太好看了，我可不回去了。那就看你以后懒不懒喽。哇，姥姥，这看着好好吃啊，我先尝一个。以后你们都放勤快点，姥姥天天做。好。嗯，姥姥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嘞。